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，将协助港女命案凶嫌陈同佳到台湾自首。对此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天受访时表示，这个案件不论是在台湾还是香港审判，都需要两方提供司法协助，才能够有完整的程序。而台湾法务部的最新声明中却指出，迄今都没有获得港府提供本案的任何相关证据。我们有呼吁香港要准备提供这个司法协助嘛。好，那如果香港政府决定要在香港进行这个审判的话，我们也会提供司法协助。好，所以重点在于就是说，这个案件的审理必须由双方的司法互助才能有一个完整的司法。台湾刑事局证实，昨天晚间8点确实收到港方来函，表示后续由法务部办理。不过台湾法务部今天罕见发表态度严厉的声明，对有路媒声称先前法务部呼吁港府续押陈姓嫌犯是在卸任，对此法务部批评路媒颠倒是非，因为港府态度消极，不理会先前台湾提出的司法协助，而到现在也没有获得港府提供的任何证据，恐怕难让司法部伸张正义。